Hello， 我是悠悠，我又来深夜放毒了，你们会不会恨我？今天做了芥末虾球，我用的是黑虎虾，因为个头比较大，吃起来也不过瘾。其实普通虾也可以的，可以它去壳开背，然后去掉虾线，这样也比较入味。加一丢丢盐，适量黑胡椒粉和一个蛋黄，抓抓匀，然后腌制10分钟，再裹一层玉米淀粉，然后悄悄抖掉多余的干粉，油温6成热的时候放进去，炸到变色，大概2-3分钟就可以捞出来了。看到这个我就忍着就想吃了，但是我今天的虾买少了，我都怕吃一个都不够摆盘了。然后再来调个酱，2勺蛋黄沙拉酱，加适量芥末，再来点蜂蜜或者炼乳，然后先把酱搅和匀，再倒到虾仁里面继续搅和。可以加几块酸甜的菠萝，味道会更有层次。来分你一个，吃是吃不到了，可以看看呀。又看了一遍《红海行动》。好啦，快去睡吧，晚安。